图又有撩人美照。星二代王麗嘉辣曬少女胴體網友直呼太犯規。王麗嘉长相甜美，图翻摄自 IG， 2018年3月4日。王麗嘉身为港星王敏德的二女儿，因不吝在 IG 分享好身材，被港媒封为最爱秀美胸的星二代。继上回辣鲁南半球后，近日又有撩人美照，只见她大方秀出小蛮腰，在阳光下看起来相当耀眼。王麗嘉在近日一系列照片中大方展现好身材，一身古铜色肌肤，曲线相当性感，不仅美胸深沟超吸睛，下腹部的人鱼线让她看起来更加火辣。其中一张，她穿著黑色薄纱洋装，坐在椅子上，一双美腿超逆天，完美身形让人忍不住圈粉。有趣的是，她偶尔也会展现小女孩的调皮与爱闹心性，放上富趣味的照片，个性相当可爱。王麗嘉美照超阳光，图翻摄自 IG， 2018年3月4日。王麗嘉身材性感，图翻摄自 IG， 2018年3月4日。王麗嘉辣秀美胸，图翻摄自 IG， 2018年3月4日。新闻授权来源 Now News。